因为一张脸需要给世界看，一张脸需要给你自己看，一只耳朵需要听这个世界，一只耳朵需要听你自己的内心。正义与邪恶可能出自同一张脸，真理与谎言可能出自同一张嘴，光明与黑暗的区别有时候只是睁一只眼与闭一只眼。那鼻子呢？鼻子就是我们要捍卫的东西，它叫做底线。为什么？这是我的家，我是铁甲皇后家族的传人。最亲的人都保护不了，那守护正义又有什么意义？之后我浪迹天涯，直到有一天，铁甲皇后家族的传说，但没想到你就是。我已经不是了。